是欧菌绿，是黄土的，养蜂的，现在养了六年了。要看是哪个地方，在我们通道就是在那个野花的最丰盛的。你这个是养了之后，那个蜂蜜是拿去网上卖吗？还是拿去市场卖？我是人家都是上门来买的，大部分都是上门来买的。你收多少钱一斤呢？现在卖50。都是纯蜂蜜啊？哦，对。就是一天换几箱，要记录下来。现在住的只住这个棚布，现在那油菜花季节都要过了，可能还要过10天，这样就要去打那个橘子花。我们在外面养蜂就是临时打这个棚子，到哪个地方都要建这个棚子。这个棚子是移动的。一般在外面是离市场很远，一般都是吃那个野菜的，必须在野要吃那些野菜拿来充饥一下。一般大部分都是吃野菜的。